浑身解数，扭腰摆臀展现活力，还有女孩有气十足，表演高难度抛接特技。中职义大犀牛队今年重新规划球场应援方式，解散原有的吸金女孩，重新招募啦啦队新血，吸引30人报名参加，其中不少前成员回来角逐，希望能重回阵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去年吸金女孩的成员之一。今天有回来参加海选，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在球场里面的氛围，跟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欢呼，一起呐喊，所以希望可以再回去。谢谢大家。甄选会除了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担任评审，义大犀牛队球员也坐在台下仔细打分数。今年更首创开放球迷评分，选出心中支持的参赛女孩。以他们脸部的表情，然后肢体的动作，然后他们的自信来评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当评审很困难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啦，对啊，不是只有看漂亮的。没有，要看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当一个要让自己变得很专业，对，所以要会看他们那个舞蹈的表演。经过一轮表演，前吸金女孩成员姚喵获颁最佳人气奖，并确定取得入选门票，渴望成为新人队长。义大犀牛啦啦队计划甄选12名成员，在新球季为球员加油，带给球迷耳目一新的看球体验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高雄报道。